建科机械是一家专业生产钢筋自动化加工设备和行业专业软件的创新型企业。旗下的钢筋调直系统制造部，专业生产钢筋调直切断机和各种辅助设备。GT1.8-3 竖空钢筋调直切断机，采用旋转调直机构，穿丝调直过程方便快捷。该设备可调直直径 1.8-3 毫米的不同强度钢丝、不锈钢材料以及各种高强度钢丝。所有关键零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完全按照 ISO 9001质量体系采购标准，并符合欧盟 CE 安全认证标准。该设备最大调直速度可达到每分钟35米，调直长度为200毫米至 1.5 米，定尺误差小于正负1毫米。该设备采用了最先进的 PLC 控制系统，使操作过程更加的简单和安全。 GT1.8-3 竖空钢筋调直切断机因其使用上的灵活性、高效的生产、优质的产品质量，得到了国内众多客户的认可，并已出口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年销售近千台设备的销售业绩，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 以上，并远销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最优质的钢筋加工解决方案。